个动作，亦都系我哋嘅修饰啦，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十字双杀手，两只手交叉杀落去，然后右手先拎起三下，一、二、三，而家打三拳。打三拳，上、中、下，殺手。咁整套拳咧，就係咁多個動作啦。咁最後依下殺手嘅，雙殺手嘅，同我哋起色嘅時候係一樣嘅。然後拎起右手，啊，呢個殺落去嘅時候。左手和右手是相对的，右手向下杀，左手向上抽。咁呢下手我哋可以作为脱手之用啊！当然脱手好多种方式，揸住我手啊，两个运动，呢度向上抽，呢度向下杀，咁嗰个相对嘅力系好强大嘅，将佢一弹杀落，所以咧可能会好痛嘅吓，嗰度。呢、这个揸住我嘅手，可以作杀手，可以作脱手之用。啊，三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咁啊，千祈唔好将佢打成呢、这个杀手咧，亦系要旋转。原来个毒掌系向外嘅，杀咗之后个掌向内，即系旋转咗啦，啊，杀落去，而唔系咁样。呢、这个三杀手，然后打拳上中下，再杀手收息。咁啊，上拳咧打嘅位置咧就系到对方嘅眼，亦即系你假设对方又系你咁高，你打自己位眼嘅位置咁高够啦。啊，一拳你只眼系咁高，打对方嘅眼咁高，中。打对方的心口，你自己的心口在几高，你的手就打几高。下打这个肚脐的位置，啊，上中下三点的都是个位置，就是不要说上打上天，中打上肩膀，啊，下打上心口，这三点的位置呢要打得它，啊，准一点，啊，然后杀手收息，收翻落去之后，我系收把。咁整套咏春拳咧，就系以前咁多啦。